脾胃是中焦，在躯干的中部。脾主升，胃主降。一升一降，恰好就像一手上举，一手下按。年纪大了，或吃得过饱时，脾胃代谢速度减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动作拉伸和挤压脾胃，帮助脾胃运动起来。站不稳的老人，或累了一天不想站的朋友，也可以躺着练。仰卧在垫子或硬些的床上，左臂内旋向上，力达掌根，指尖朝右，右掌下按至右胯旁，力达掌根，目视天花板。换边，右臂内旋向上，左掌下按。需要加强的朋友可以用对侧脚掌推墙，形成对角线拉伸。有朋友可能看出来了，这个动作很像伸懒腰的姿态，是一种既简单又方便的养生锻炼方式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早上刚睡醒的时候，就用这个单举的方法伸几个懒腰。愿我们都健康快乐每一天。